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准时收看《亿万大赢家》，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黄世明，为你做现场的 live。 那么今天呢，我想大家一定很高兴，因为昨天那种这个溜滑梯啊，然后这个上冲下洗啊，还像坐营销飞车，今天好一点了，今天开了一个一点高盘之后下杀，下杀无力，然后再温水煮青蛙往上来拉抬，到十一点半再杀一遍，洗清浮额，然后再上去，哦，这个叫做反弹。那么反弹的重点就是要回到五日线，我们现在看到目前已经回上了五日线，所以你五日线跌破能够迅速再回去，这个还不错。那么贵买的这一边呢，也呈现一个反弹，但是它还没有到五日线，那么 K D 还是在向下。那么这样子的话，在下个礼拜啊，还是有机会再上攻，因为现在当冲的很多，所以很多这个在技术分析的技巧上跟以前不太一样啊。因为像昨天那种六千多是假量，那么假量的话，什么叫假量？就 gay 嘛，这投资人看不行就往外一直砍啊。你看昨天砍了一个，昨天那个量实在真的是够大，你看达到六千。昨天那个量啊，那达到六千多亿，哇，这个真的是让大家叹为观止。台股啊，从来没有六千多亿啊。在以前这种情况的话，今天开低就完蛋了。但是今天反而是在美股的下跌情况之下，能够开高震荡再走高，那这是难能可贵啊，难能可贵。那么今天假如说能够收在五日线，目前是17224之上，224之上的话，那这个行情还算是不错的，在利多还手杀，在利空还手还底而涨，所以这个重点在选股了。我这一波以来看好的航运类股跟钢铁类股，还有低价的电子股。那么航运类股仔细看好，这个钢铁股因为比较高一点点哦，我有在那一天有做调节的动作，那么做调节的动作，那贵买这边哦，就是做矽晶圆就够了。你先看矽晶圆，哦，那当然还有延泰啦、卫钢那一些的，那些在创新高的股票。那么未来的行情依然的看18545，我没有改变的。你昨天这样下杀，我也不会改变的。那么下杀以后只是一个调整而已嘛。我就跟你讲说会在这边的一个盘整格局嘛。那盘整格局的时候，选股最要紧，选股选错股啊，你选错股的话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是很麻烦了。选错股以后啊，很可能就是一气不回头。选对股票是涨停板了，选错股是一气不回头。你看啊，我们再举一个，我不是在批评这些股票，而是告诉你，真的是买股票真的很重要。你去抢反弹又跌，你看涨到615块，现在我251块，去掉了200，去掉了400，去掉了这个360块，还在跌。跌360块，这叫做妖股。我不建议你买这种股票了。我跟你讲，这种股票我不会建议。比如说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像很多股票了，包括3661也是，今天也是弱势股啊。弱势股你就是不能去抢，不能去抢反弹。它虽然跌很多啊，趋势还是向上。那你现阶段要买的是第一个，第一季业绩很好的，第二季景气还不错的股票，在盘面上很清楚啊。什么会不错呢？第一个就是景气循环股，包括涨价概念股，包括航运、钢铁。塑化我比较不敢跟你介绍，航运、钢铁还是 OK 的。那电子股里面就是面板，这是景气循环股，还有低润模组，还有这个矽晶圆，这三块你可以找到好股票。那你这样子来布局的话，就但是你不要乱买股票。现阶段的大家所患的一个最大的毛病，就是说社会标的概念，就是买很多股票，反正你参加老师唔丢，肯定丢啊丢嘛，你昨天你就不会嘛。当然涨上去是没问题啦，就是等一下大家都会害怕。你跟我做就不用担心，你所要的是心中有一个险资，步步为营，要避开个股的修正波就好。个股的修正很重要，你不要被扒到，扒到了你一辈子都不会套了，不会解套。那像阳明，好，阳明今天来讲，
阳明这个我这个底下就跟你讲到现在了，我拔档再买，我都没有跑了。那新的会员来，我就叫他买啊，对不对？急杀还是要涨买点。今天的急杀你会怕到，因为他今天开始开放，开放以后人家很多人去抢，错了，要下来买。你下来买，哇，跌多见低点啊，对不对？你都来你就搞不会，有没有看到？来，我们来看2609，你跌下来买，你看跌下来这边买。上季还到61块多，啊，你现在也是盘面的盘上啊，表示什么？他根本没有跑啊，他根本没有跑啊，外资也没有跑啊，没有什么跑啊。那今天爆大量是因为他开放的关系，今天因为他第一天开放了嘛，那当然也有大股东，有一部分的大股东在卖，那没有办法，那个是他爆很久，10年磨一剑，像这个港务局。基隆港务局他一直要卖出来，但是另外还有现金增值的问题，所以这一档股票我下来也是买啊，沿路的买啊，就是下来买。好，那基本上这一档股票我们还在。好，那么这个我们还是仔细的持有。好，那我前几天涨停板嘛，好，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的操作了。我们4月14号再买进，再买进，对不对？再买进43块上去，我现在都没有跑啊。那么没有跑，股票是这样的，我看很长了，因为外资的报告是说到62块了，我个人估计不止啊，不止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看到长荣啊，长荣外资已经喊到3位数，那一样的赚钱哦，阳明跟长荣是赚的差不多，那么阳明该有新团队哦，新的航线又要新的那个船只又要加入。又要现金增资，大股东啊，说真正的大股东他不会做空，哦，这个是观念是这样子哦。那你看我们仔细的看好这一档股票，只要52块5毛不破都细爆，哦，52块5毛不破，52块5毛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跳空缺口，它有两个跳空缺口，这个一个跳空缺口今天来补了，这个跳空缺口57块到58块8，这个跳空缺口补了，那这个跳空缺口还没有补，525没有补，525只要不补的话，啊，526了哈，那这个仔细看多嘛，那今天又拉上去，又破五日线，你要注意破五日线，你反而可以注意买一点，今天又拉上去的话，好，这个表示这个缺口封闭以后还会再继续，啊，这个不是高点，昨天那个涨停板那个附近不是高点，那另外。我昨天有跟你讲，我有卖这个东钢嘛？东钢我昨天有卖掉。那么东钢为什么我会先卖掉呢？因为东钢在这边，它业绩是不错，我不认为它不很差。但是因为我当初的设定是一个抢短的动作，因为最主要的股票也不能乱抢哦，所以我比较买比较有业绩的钢铁股里面最有业绩应该是东钢嘛，对不对？拉回再买，哦，这是5月27号我告诉你的。好，我买进涨停板嘛，昨天涨停板，涨停板后来打开我卖1/2，那今天它拉上来，它今天打下去，我出1/2嘛，就公开的讲哈，出1/2，那今天它打下去的时候你不要卖，等到拉到平盘附近你再把它卖掉，12点07分的时候你再把它卖掉，2006，所以卖股票也是有技巧的哈。看他今天哦，无论现在这边哦，但是你要卖这一档股票是怎样？12点07分，这个12点07分，我就卖的12点07分。看哦，12点07分我卖在哪里？刚好翻红那个时候，翻红的时候来卖。那翻红好，翻红我就卖给你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可以卖到高档。哦，那现在又下去了，对不对？这样是把一只股票处理得好，赚了一只涨停板。太棒了，那把这笔钱我先卖一半，买什么股票？昨天啊，急杀贱买点，这一张股票法人没有跑掉，叫做和清6182的和清，这一档法人没有跑掉，法人没有跑掉，你就要懂得买，他没有跑掉，啊，昨天急杀，哇，今天又是一个买点，看哦，这一档股票就是昨天急杀又贱买点，那这个买股票就是叫。这个买法要市价买进，
要市价买进，618市价买进，哦，这个是我普通会员的股票，就市价买进。公二会员今天涨停板，哦，今天就涨停板了，对不对？我现在为什么采取短打的资金比较属于短打？因为这个阶段哦，618涨停板哦，公二会员这个阶段到17400附近都会震荡。那你这震荡这么大的话哦，你会怕。但是跟我做你就不用怕，我每天哦就好的股票我找一两只给你做就好了，你不要买太多股票，因为你买太多股票，你看指数是在涨没有错了，指数是涨，今天也涨，但是个股在跌的却很多，你的点流涨你就真麻烦了，你知道，真麻烦。当然你买到很多哦，比如说你买到系统啦、辉鸿啦、宏达电这些。那真的是很恭喜你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前年这个也是很厉害啊，哦，啊，这个都很多股票还是不错，还拉到涨停板了，包括威钢也拉到涨停板了，对不对？那通泰今天又反弹了嘛，跌升的反弹嘛，哦，所以这个股票你要知道，哦，这个在轮涨轮跌，那你跌的时候你要注意哦，不要乱买哦。像这个中美金也是法人刚刚进去啊，啊，刚刚进去他套到了嘛。他套到了嘛？他套到的话，一定会再拉嘛。他套到昨天，你看他昨天反而是买点的，他套到了嘛？他买这么多套到，只有出一天而已嘛。那这个还进呢，昨天跌还进，这拉高他出一下，昨天跌还进，所以这种股票又是一个买点哦，所以大家要注意哈。那我长期操作的金豪科，这个是高出低进的，你昨天卖，今天就要把它买回来。158把它卖掉，那你今天下来，对不对？今天它下来了，你就要再把它买回来，因为怎么样？哦，我全部出掉下来，今天再把它买回来。今天我这个金豪科一样的把它买回来。金豪科，我用什么价格来买？143.5那附近就是买。好，我用那个价格买。来，我给你看一下，金豪哥买进有没有看到？这是清代会员的3006，好，143.5，现在已经到148.5了，148.5，他这个没有跑掉，他这个主力哦都没有跑掉，昨天还买了491张，外资都没有卖，因为他被关紧闭，所以他卖不了，昨天反而是加码了400多张，他最近都是小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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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一天大买2000多张，套到了，所以隔天下来，这个又是一个买点，我就告诉你，这里就是一个买点，然后就上去，哦，到161，哎，昨天爱到最高点，他竟然买491张，因为现在关紧闭，所以你就把它买进去就好了，买进去就把它晃着就好，是不是？这样晃着你就不要理它，等到有反转我再告诉你，这样来做股票，这样很轻松，很轻松。我股票不多，你不要股票买了一头拉股哦。真的，这个股票买一头拉股最大的缺点是什么？万一大盘哦有跌的时候哦，你会怕。像昨天那种沙华，哎，爆天亮，你一定睡不着觉。哇，美国个落300几点大海啊，明仔再敲伊啊，啊有没有敲伊？没有嘛？为什么？资金很多，资金太多太多了。那你现在说，老是资金那么多？啊，这里这么难做，能做吗？谁告诉你不能做？啊，我们昨天买合金，今天不是涨停板？啊，前天买东钢，昨天是不是涨停板？对不对？啊，阳明大前天是不是涨停板？啊，这些股票都是每天给你验证的呢，这绝无虚假呢。我咧讲的拢真呢，唔是假的哦。我甲别个老师无同款，别个老师是买这么多股票，好的起的提出来给你看，啊，歹的点点。我不一样哦，我就是买这些股票给你验证，对不？啊，股票没买嘴机，集中火力才会赚大钱。比如说你股票你100万，那你买这个买20万，买20万，买22，买5档，啊，涨的是3档，啊，跌的是2档，你是赔钱。啊，我不一样，我就给你吃一只两只就好。上最两支股票，今麦很早期，让你买两支，你若一届个30%、30%、60%。甚至于50%、50%也都可以，
不行，我们撤退，绝对不会套牢，用这种方法来应付这个大盘，不然你像昨天那样，欸，昨天那种大量哦，很多人哦都打电话问老师，这个大量有没有危险，会不会错的？啊，我昨天跟你怎么讲，只是现盘整而已嘛，个股表现不同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现在要买的股票一定要好股票，本利比偏低的股票。但是有时候也要卖哈，不是不能卖，不是不要卖哦，有时候也要卖。三利三升的股票，主力还在里面没有跑掉的，因为现在大多头嘛，它主力不会跑掉的，跑不掉，要出也要做头了，这办不过炸哎哈。那欢迎你加入我们 LINE 小老鼠莫五一六八，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 LINE， 我每天都有很好的信息，我们今天买什么股票我都会告诉你，不用等到收盘。那么因为啊，马上就要母亲节了，我们向全天下的母亲致敬。那么市民啊，以你一种感恩，好礼敬献妈妈，母亲节感恩大优惠，哦，限时抢购前五名普通会员的收惠，升为特别会员，哦，你要好好把握前五名限时抢购哦，哦，花一样的钱，假如话买老爸饭的钱。应该加保一高亢，啊，你听好了哈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大特别大优惠。那你压估值，今天我们又进去了，又进去阳明了，新会员又进去阳明，2609又买在高，又买在低档了，又赚钱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会一档接一档的，我们会一档接一档，啊，股票不多，卖掉再买，好，我们讲三只股票，卖一只买一只，卖一只买一只，你不会套牢，哦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周末开始。就从今天开始，你改变你的人生，机会多得很，希望你把握任何赚钱的机会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我们这个牺牲的这个假期啊，跟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，哦，那么你可以这个参加我们的 LINE A， LINE A 里面呢，啊，有很多的优惠办法，哦，你来技术分析教学你也可以看一下嘛，你持股有问题，欢迎你来打电话进来，或者最好是留电话号码，哦，那么我们不定期方案嘛，每天盘式的解盘，欢迎你参加 LINE 小老鼠莫五一六八 Telegram。现阶段不要乱买股票，没有买好股票，要精选股票，绝对不能乱买，不然你会睡不着觉。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。用心选股，从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，从大盘技术面、基本面到筹码面，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，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，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。唯有摩尔名闻遐迩 ，Do you want more? Welcome to more， 欢迎来电02-2351-6168，02-2351-6168。摩尔坚持用心选股，从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，从大盘技术面、基本面到筹码面，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，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，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。唯有摩尔名闻遐迩 ，Do you want more? Welcome to more， 欢迎来电02-2351-6168，02-2351-6168。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，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黄世明。我们买股票啊，要买精，要采取精兵制，不买很多股票，两档到三档就好了。把你的资金啊，你100万、200万、300万、500万都可以买三档股票就好。你再过一期，啊，不会集中火力，对不对？你而且我可以有短线作战的股票，也有长线作战的股票。长线作战就是来回操作，阳明就是长线作战。金豪科就是长线作战，高出低进，灵活操作，你这样才会赚到钱。那我中钢这个卖掉，2006在昨天卖掉，今天还有一半在这边12.07再把它卖掉，那这一笔资金又可以买别的股票啦。那我昨天买的合金，昨天6182的合金下来买，今天拉到涨停板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怎么样？资金快速的流转，
抢最有利的地方来买，这样子才能够赚到钱，这样子才能够赚到钱，对不对？那么合金工业会员直系涨停板，工业会员涨停板，子股细胞，哦，涨停板子股细胞，哦，那么再来就是，我也跟你讲，中美金是 OK 的，这个价位比较高，哦，那么金豪科一样，昨天最高点158块附近把它卖掉，拉回再买，拉回再买，有拉回嘛？最好最好了，拉回再买143.5再买，再把它买回来，143.5再把它买回来，对不对？买回来就抱着了，这一次就要跟他玩玩这个股票，都是要玩长的股票，哦，这个比较玩长的股票是来回操作，叫做核心股来回操作。那有些股票它高了以后，因为它筹码比较乱，我就会把它卖出以后，我就先等，等以后再来把它买回来。比如说蓝帽，对不对？8150，它就比较不温吞，温吞我就先卖了，卖了我在高档卖掉。高档卖掉，50块以上不卖掉，卖掉这个不容易再上去了，就等，暂时不买它，哦，就把资金再抽回来，因为你资金不抽回来，昨天那种跌环，前天那种跌环，你会紧张嘛？包括嘉士达也一样，嘉士达这个2352一样，昨天那种拉高，前天我就卖掉了，拉高下来，全天卖掉，昨天全部出光光。现在就休息了。股票我们就是资金能够灵活，能够活用，这样子才有用。你资金不要死板板啊，套牢套牢不管它，套牢更要管它，因为这都是钱，这都是你的血汗钱，你不要忽略了这个钱的这个时效性。有时候赶上时间，你要两档股票，有的一直飙，有的一直跌，那你只要买错股票啊，真的是欲哭无泪哦。这个是要特别的注意哦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买对股票赚翻天，买错股票真的是没有明天了。所以大家要注意，股票不能乱买，而且要精挑细选。高的股票回档的，像回档你不要去乱抢，乱抢去乱抢的人，你看这几天一定有人在抢，套到了3661，套到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它趋势向下嘛，趋势向下你买它干嘛？你要买趋势向上，2609，趋势向上，还没有破五日线，对不对？3006，趋势向上，还没有破五日线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不破五日线，那就有希望，而且要买财报三利三升的股票，哦，主力还没有跑，你别惊，也给我你走，无落落去你要比你较多，欢迎你加入我们 Telegram。我们大家有钱，大家一起赚啊！那么母亲节特别优惠啊，市民与你感恩，好礼敬献妈妈。母亲节感恩大优惠，限时抢购前5名，普森特，赶快打电话，不要错过机会。我利用周末假期的时间，还有压估值50万就够了，来压估值，我们会一档接一档，让你的人生变成彩色。从今天开始，改变你的操作模式。你就免于套牢之苦。那么欢迎你参加我们的 Telegram 摩尔5168 LINE A 小老鼠摩尔5168。我们参加有这么多好处，这些好处啊，你都可以免费的拿回去。那你这两天只要有困难，哦，打电话进来，或者是哇，我老师我股票怎么办，怎么处理？没关系，我都会给你最好的良心建议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真正想赚钱的朋友，不要怕指数，怕你会不会做股票，会做股票照赚。照赚，我们母亲节大回馈，前5名普通会员的钱可以做特别会员，不要错过机会。我们祝大家操作顺利，赚大钱。明天同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再见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